H floor 发呀，别动了。妈的，竟然发生火灾了！走楼梯下去。我看一下是不是这里。哇，发呀！哎呀，楼下发生火灾了啊！这一层全部是民宿啊，住民宿的人一定要小心安全啊！ 啊，应该不是这里。火灾警铃没响啊，我是刚才听到有人大喊大喊的，才知道发生火灾了。哎呦，哇，这边，哇，这边跟，我，逃跑。哦，啊，Amberica A 栋，楼下发生火灾了。哇。 28楼发生火灾了！哇，这家全部是烟的，就是这个楼下发生火灾的。哎，看一下，就是这里边。有没有楼梯呀？啊，楼梯。 楼梯有吗？有吗？我要上去的时候把它关掉。水好啊，有那个吗？电梯已经不能用了，下不了。Fire。We cannot use lift. Yeah, because there is fire on the 28th floor. Level 28. Yeah. I just went there. Yeah. It stopped by day, trying to put some out. FIA, I don't know. 拍个视频。你们已经走下去停车场了？是啊，二楼啊，准备开车出去的啊。<笑>你们抱着孩子走这么快啊？没办法，那个喊的这样子了的，火灾的，能不快吗？<笑>对啊，其实火灾已经扑灭了，火灾在28楼。 对，确实有味道。幸好有防火门。这些防火门关着啊，然后这个是逃生楼梯咯，这边是有新鲜空气的，啊。对，刚才都烧焦了，是的。嗯。吓到我了。你们没跌倒就好。鞋都不见一个了。因为鞋都掉了一只了。很累啊，鞋很。现在的鞋都不见了。要找一下啊。 拜拜。江宁，他们丢下来，中到。Suspect 啊 ，cigarette from above，come down，and then too many boxes here。Too many boxes。啊 ，so the fire happened like this。